我最爱问这一题了，最爱问那个歌唱比赛节目的选手。All right. 就是你在参加歌唱选秀的时候，有没有一些比较不合的选手？我第一集的时候超讨厌他。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哎，你要先喝啊。好，是第一集的时候，你们那时候算是第一，就是没见过几次面，还不熟的时候。第一次见的时候。第一次见，怎么了？他怎么了？因为我的代表动物是老虎，然后他也是老虎，你们两个撞，然后是什么？然后他就在弄他的面具嘛，那我就只是出于友好的，哦，你也是老虎，然后他的反应哦，他这样嘛，他弄他的面具呢，这么冷干嘛？我心想，有人今天想要跟你，我们初次见面，我们要讲怎么多了吗？还是你觉得，因为大家都是竞争对手，也没有？是啊，我那确实是。那一次过后，我就想，我一定要，你一定要，确实是，确实。而且我根本没有，我没有印象。你没有印象，你甚至没有印象。我超讨厌他那时候。天哪，那后来到什么时候才觉得啊，这个人就第二集后，因为他觉得我很强，他来跟我讲话。哦，哎，你也觉得我很强，所以你是你先跟我讲话的。这有什么好计较的？你说什么？这个长得很像小赖。不了，长得像小赖的，真的。他那个嘴巴，就小赖。